大家好，我是空花者，我好久没有更新 YT 了，大家有没有很想念我？今天我会带一个朋友，找一位女性朋友认识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入场。来来来，是不是很久没有认识女生了？到底关你屁事啊？哎，我帮你制造福利不好吗？那你要介绍给我是吗？对，等一下来的会很漂亮哦，真的，你一定会非常的喜欢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叫我给你一个任务，我会给你一个耳机，叫你讲什么话，做什么动作，我就要照着我的方式去做。你确定这样有用？好，各位，我是不是很久没更新了？我要感谢大干爹 Sugo， 让我重新恢复可以拍摄了。然后跟大家讲 ，Sugo 上人100%都是真人啊！你要先给我看他长怎样啊？先问你嘛，你是玩交友软体都遇到假的？对啊，玩 Sugo 就没有这个问题，真的。像是等一下会来的女生就是 Sugo 上来的。啊，所以你已经帮我找好了，我已经。帮你找好了，她很漂亮吗？不要那么兴奋，好不好？很想看一下啊。好，等一下再给你看呗。等她来，然后我再跟你讲。如果今天这个不行，如果上很多女生都很漂亮，对我怎么挑都可以，你怎么挑都可以。然后再跟你讲最重要的，里面的女生不会玩之中。你是不是常常聊一聊，那个女生就不见了？对啊，每次聊聊啊，讲几句，然后就不见了。等一下那个女生就来了。还不错，喜欢吗？我说什么就做什么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啊，所以我现在要下车吗？好，你现在去下车，你先去接应她。好 ，OK。哎呦。哎呦，你是？我是帅哥，我是帅哥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你是那个交友软体上面的那个？对，我是那个小帅帅香菇头。哦，对，我是那个小帅帅香菇头。好，要吃到吗？做开有条件，做开有条件，说我是健身狂人。我是健身狂人。你说你想要吃什么？你想要吃什么？不然那有一些烧肉要吃。你吃我拳头啊！吃我拳头！好。你说你等我一下，你突然蹲在那边，你等我一下。Hello， 还有吗？不然你跟他讲个笑话。你说，等我一下，我跟你讲个笑话。我跟你讲个笑话。好。你知道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中间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中间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牙缝，牙缝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满分十分的话，我给九分。好，你可以站起来。你问他我高吗？我高吗？还不错，你长得有点像那个班。突然唱，我喜欢你耶，喜欢你耶，记住你每个讯息，想照顾你耶。你为什么会想用苏狗啊？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用苏狗？就是最近我朋友他们都在用啊，然后哦然后好了，我平常有在好了，开始跳，可以时常直播，我压力也很大，压力也很大，用语音跟聊，我压力也蛮大的，所以我才会用 Google， 就想说找人家聊天一下这样。你说你有看过海绵宝宝吗？你有看过海绵宝宝吗？嗯，看过。然后你跳海绵宝宝舞，那个左右手在那边甩来甩去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可爱吗？可爱吗？蛮可爱的。讲大声一点啊，听不到啦。讲大声一点，听不到。蛮可爱的。你写大声啥？你写大声啥？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男生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有在健身的。有在健身的男生。哦，那你说三分钟到了，我要再做一组开合跳。三分钟到了，我要再做一组开合跳。帅吗？帅吗？还蛮帅的。啊，等一下吃完你还想要去哪里吗？吃完你还想要去哪里吗？吃完，不然去看夜景。看夜景。你刚刚说我没有钱，我不想看夜景，我只能骑脚踏车。可是我没有钱欸，我不想要看夜景，我都骑 U-bike。不然我们去骑 U-bike 啊？你 OK 啊？嗯，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先去吃饭是吗？哦，好。各位，我们入座了，他们就在旁边而已。那、啊、我们就小声讲话给指令。听到我声音吗？有听到。你刚刚说这间不错吧？这间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你说这个白饭超好吃的，你假装喂他一口。这白饭超好吃的，自己吃掉。没关系，谁要喂你啊？谁要喂你啊？自作多情。肉送来了，我帮你烤，好不好？肉送来了，我帮你烤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听这个声音，我是音乐家，突然间唱歌。你听这声音，我是音乐家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你会不会很后悔跟我出来？那你会不会很后悔跟我出来？不会啊，怎么会？但我很后悔。但我很后悔。真的？你平常跟女生出去都这样讲话吗？好、啊，不然我认真问你一下，你会觉得我是怪人吗？好，不然我认真问你，你觉得我会是怪人吗？嗯，有一点奇怪。哦哟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说开合跳时间又到了。等一下哦，开合跳的时间又到了。啊、哦，舒服、哦，好舒服哎。好啊，知道了。啊，来吃肉，吃肉，吃肉。你喂他吃。你看这块好了，我喂你吃。嗯，然后不要拒绝了。不可以拒绝，我是大男人主义，我是大男人主义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好吃吗？还、啊、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跟我一样哦，跟我一样哦。嗯，我也还不错。
我也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哦。我是周杰伦啊，不错哦，我是周杰伦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，你说把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。好听吗？好听吗？那你耳朵有问题？那你耳朵真的有问题？好，你说，你先看着我，你先看着我，然后你也看着他，我也看着他。你不要跟着我讲啊，你不要跟我讲啦。嗯，我叫你动作，不是叫你跟着我硬化。我是叫你动作，不是叫你跟着我硬化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帅气的眼睛？有没有看到我帅气的眼睛？哦，你专心吃饭，为什么不吃饭？你专心吃饭，为什么不吃饭？看我一次，再看我一次。你再看我一次。夸小，夸啥小？你跟他讲说，我们来自拍吧。哎，我们来自拍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把碗端起来跟碗拍就好了。你又入镜了，你可不可以旁边一点？你又跑进来了，出去一点啦、啊！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我问你，我一到十分，你觉得我有几分？那我问你，你一到十分，给我几分？三分。才三分哦，才三分哦！你就说我最近有点情绪不稳。对不起，我最近情绪可能有点不太稳定。没关系，希望你可以体谅。你可以体谅吧。啊，你等一下还想要跟我出去吗？那你等一下还想要跟我去哪里吗？我想回家。为什么想回家？为什么想回家？没有啊，吃饱了就回家。可是我想跟你一起骑 U bike、欸。可是我想跟你骑 U bike。没关系啊，下次。哦，我跟妈妈讲哦。哦，我跟妈讲哦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哦，我不知道回什么、啊。没有啊，我看透你。我看破你了啦。大家看到吗？这就是苏果上约到的妹子。如果缺妹子的话，就去苏果吧。用我的影片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拜拜。